层层叠叠的把它叠上，要慢慢的揉，然后有时候还用一个中间色去把它压上去就揉了。丝线穿梭绣出层次晕色，虽然有针车帮忙，梅花绣和手绣一样急不得，只能慢工出细活，细致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这上面会有这样子亮亮的？那个是我用底线的效果做出来的。山水花鸟甚至书法，车针成了范凤琴的笔，画中有绣，绣中有画。所以老师的作品就是远看像幅画，近看才知道是绣花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正经没更短哦。古时候我发在短多时间，像你阿个吼，我做差不多用它。半年的时间，半年的时间，所以我们说要真给某个人干，这真的不简单。歌手用了懂多时间，对不对？因为花了很多时间，半年只能完成四件作品。在凡事讲究快速的时代，范凤琴一针一线，一心一意。笑说自己从小就爱帮家人缝补衣服，难忘针线情。那时候学画画的时候，同学老师在大笑啊，真的是，这个时代还有人在做刺绣。就是爱绣而已，就感觉现在这个时代，能够静下心来做的人很少。我只是想说完成自己的刺绣梦而已，而这梦想可已经大大争光，作品屡屡获得艺术大奖，被传统艺术中心收藏，出国展览。那时候我女儿说：“妈妈，你都没有出过国啊，你的多作品都出去了耶。”投注创作热情，范凤琴不止绣出了美丽的作品，还有人生另一片风景。范老师的作品让我们看到了，如果我们也能像他一样多一点耐心持续的投入，那一定就能够成功更多的事。要真给某件单故作用来懂多时间，要真给某件单故作用来懂多时间。